他第一次上马的时候，就越大的时候，我先把他放到马背上，他当时一点害怕都没有。走啊、哦，前进啊、哦！9个月，天哪！他那腿很自然的就会贴紧这个马鞍子，他知道保护自己吗？只要他不要掉下来或者怎么怎么样那种，剩下的没有生命安全就可以了。我会保护好他的。哦，这个妈妈会有紧张的。妈妈担心是因为刚认识他的时候就是把胳膊摔烂了，所以就对，然后他有9个月又抱上去。